肖领舟，等你一个时辰了。说好一起去望月楼的，不过临时反悔了吧？肖领舟，小队别跑！滚滚滚哪儿去了？人呢？哇，这速度，少侠厉害啊！醒醒，醒醒！原来是中了迷香，好在不是命。像你这般遮拦玉树、遮仙似的人，本该清歌换酒，无忧无虑地度过此生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看看账簿有没有遗失的。今日怎么换了一种喧香，府里的香料所剩不多，命人去采购了一批新的，今日才刚换上。可是这是一种迷香。王府虽不比宫里戒备森严，但也不是任何人想进就进、想出就出的。若不是，你是怀疑此人一直在王府里？站住！别跑！你究竟是谁？不可能是你。如今府内上下都是交由圆圆来处理。圆圆，属下无能，未能将人追回。你的武功明显在他之上，况且他还中了我的噬魂散。莫非殿下？王爷，我在府里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圆圆，但是我发现了这个。难道他真是大皇子的人？他肯定有情不得已的苦衷。哎，哎呦，你干嘛呀？快放开我！哎呀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我去给你拿点金疮药吧。不用了。圆圆，你的眼神骗不了人。我，你走吧，别再回来了。我不是有意瞒你们的。我明白，身逢乱世，身不由己。无论你什么身份，无论你是谁派来的。平安就好。罢了，吩咐下去，把这个箱子
送到宫里。是。账簿白纸黑字，记录着大皇子敛财的证据。谋反之心昭然若揭，现他已被圈禁，三哥为何这副模样？萧领州私自调兵，父皇非但没怪罪，反而给了他更多的兵权，让他方便调兵。如今他还可以与林将军一起掌管兵部。父皇只是派他跟随林将军学习，况且这次他可是立了大功，不光奖赏他，也是情有可原。这皇恩未免也太过浩荡了吧。我明白你的担忧，他可从未想过邀功，还一心一意待你。三哥将来可千万别忘了他的好才是。你开始替他说话了，我将你送入王府是为了阻止他再立朝政，你可曾做到？三哥这是何意？或许你们在谋划些什么？三哥可曾听过一句话，人心最可怕处，无外乎无中生有，以己夺人。引起陛下的猜忌，那不如王爷入住东宫吧。只要我一拢一捏，你就再也牵不了我一魂一魄了。只要为了你，这么做值得。殿下，你真要走啊？襄王府我是待不下去了，可是王爷那边……想离开便离开吧。王爷你怎么……你若是如你三哥懂我半分，
便不会如此任性。我确实不懂你，我也不如他。若是你有更好的去处，你便去吧。好啊，我这就走，我让你永远也寻不到我。我不会寻你。团团，我们走。殿下，人家都下逐客令了，还留下干嘛？殿下，我们去哪儿？离京。王爷，您这是何苦？或许你们在谋划些什么？三哥可曾听过一句话？人心最可怕处，无外乎无中生有，以己夺人。秦叔的疑心不可估量，稍有不慎，或许会有生命危险。还是不要牵扯他。